们家的炒刀削还有炒辣条我都可喜欢吃了，第一次拍是不是？Hello， 我是小鹿，今天来吃一个炒刀削。在你饿的时候，兰州拉面永远不会让你失望。他们家的炒刀削还有炒辣条我都可喜欢吃了，第一次拍是不是？我发现就是那个啥三角骨，今天杭州刮了特别大的风，不知道你们能不能听到，而且刮了一上午了啊，不，从昨天晚上就开始刮了。每次我都很想拍这个，但是每次拍的时候我都会觉得这东西没啥特别的。我觉得兰州拉面跟那个沙县小吃就是盲点都不会说出错的那种店。炒刀削吃起来就可劲道。这边还有一碗羊肉汤，最近有点太忙了，感觉状态有点像我几年前在郑州时候的那种感觉。马上要过年了，你们今年又给自己定什么目标吗？有没有完成？这种骨头就是在吃肉的时候突然吃到才好吃，他真给我这么一大盘，哎，就感觉没那么香了。
这些都是小配菜，晚上再继续吃。好了，吃饱了，那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大家记得好好吃饭哦，下次我们再一起啦，拜拜。